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强。勇士新援前锋凯利乌布雷近日接受了记者采访，来到这里的前几天非常令人激动，看到这个城市，来到这里和球队进行一些场上训练，感受这里的文化，球馆中的能量，感觉很不可思议，所以我很期待来到这里，让这里成为我新的家。乌布雷表示，当得知自己被交易到勇士时，他非常激动，我当时非常激动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很棒的地方，很优秀的球队，有一种已经建立好的球队文化，我可以来到这里，无缝地嵌入到球队之中，这是一种福气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